三三秀水清如玉，六六奇峰翠插天。武夷山奇秀风光驰名中外，为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地。武夷山茶文化是武夷山世界创意产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名山出名茶，名茶耀名山，名茶名山交相辉映，武夷岩茶同样冠绝天下，无与伦比。武夷岩茶卓越品质与优异自然环境是分不开的。武夷山位于福建省西北部，武夷岩茶原产地域产品保护核心区就是风景名胜区，方圆79平方公里，区内四周皆溪壑，与外山不相连接，自成佳境，由36峰、99岩及9曲溪所组成。这里峭峰深壑，高山幽泉，烂石砾壤，雾漫雨沛，真山川精英秀气所中。武夷岩茶则被大自然之恩惠，成就了天地间独具一格的高贵品质。武夷岩茶有独一无二的岩栽式栽种方法，或在幽谷中建园，或在岩隙中点栽，或在山凹中垒石填土，或在峭壁旁植株，如一波波盆景与碧水丹山相和谐，宛如浑然天成的自然美景。由于四周皆山峦为屏障，日照较短，更无风害，少虫害，武夷岩茶为天然绿色健康饮品。它奉献给人们以独特的岩谷花香，使同属自叹不如。武夷岩茶种植历史久远，种源从当地野生茶树中移植。早在汉武帝时期，武夷茶已流入朝廷。范仲淹毫不夸张地告诉世人：“西边齐名冠天下，武夷仙人从古栽。”瑞典权威植物学家林奈的《植物种类》一书，将茶从植物学上分两类。武夷变种为世界两种茶之一。